我们今天要来玩佩佩嘴拼图，就是佩佩猪的妈妈，还有乔治，哦，还有佩佩，三个人一起去要养鸡场喂这个公鸡。哦，他小鸡在吃这个米哦，有黑色的，有白色的。好，那我们来找下一样的图案吧。白色的在这边，哦，我很快的就找到了两个。再来，我找到了乔治，乔治也在喂哦。你看他的手上有在丢这个饲料。嗯，乔治的这是佩佩的脸，哦，很棒。然后黑色的是这样子吗？但好像不太对哦，好像是这样子才对吧？是的。嗯，再下来，这个上面有一间房子，我要找到哦，我找到房子的窗户了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找到了这个，然后还有谁呢？我这样拼好了吗？还没，还有佩佩的妈妈还没有出现。那是这一个吗？这个是佩佩的妈妈吗？不是哦。嗯，这个好像是耶。嗯，这是佩佩妈妈的笑脸。对，就是这边。再来，剩下最后一个，佩佩妈妈的头上有戴什么？答对了，就是粉红色的这个帽子，给它拼起来。耶，是不是一样呢？我们拼好了，一模一样哦。好的，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。